脱一下精神什么？我曾经总结过一句话，另外还有一首诗。一句话叫为国为民为科学，你就必须要这种精神，没这种精神你真的是搞不好的，信不信由你。我从我过去一下，你不为国家不为人民啊，不为科学，你那是一定搞不好啊，要么你就为民了，为利了，是不是？另外一首诗我是这样的，我是给研究生讲的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真理献身，凭黄牛风格，祭赛马精神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一定要为人民服务的事情，你干嘛呢？你吃人民的粮，这种你要为人民服务，为真理献身。科学是真理，你必须要为真理献身。咱光这两点不够啊，你要积累学问，像老黄牛那样刻苦耐劳，而且吃草吃非常多。我这个还是给中学生讲的呢，要像他那样吃多多的，以后呢你要反搓，不断的消化。所以呢你要领，就是自由的意思吧，要黄牛的风格，要这种精神，这种风格。以后叫祭赛马的精神，你要看准了该用你的时候了，你要像这个秋天高秋的那个在边守边疆的那个边塞的那个马，非常勇猛的向前冲，有这种精神，那么你搞科学这样的，平常好好积累，到时候用你的勇敢的向前冲，就这些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